毕乐团理想混蛋的主唱景斌。Hello， 大家好，我是理想混蛋的基丁。虽然有点下雨，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那么多的困难都已经走过来了，我们就一起继续走下去，好不好？那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行星》。Thank you.
谢大家。好不好听？好听！超级感动，你的声音真的有疗愈人心的一种功力，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基丁很难得哦，刚才讲到说，自己非常勇敢公开出柜了。其实这在演艺圈也是很难得，在表演界也是非常非常困难。要不要跟大家谈一下你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心情？好，其实我从就是可能国中小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发现自己的形象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我好像很孤单。但是在新闻上面，就是每一年会看到同志代表权相关新闻，让我觉得就是哦，原来我在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对，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真的也算是我一个很大的梦想。对，所以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掌声鼓励，热烈掌声。而现在呢，你的声音也让所有的朋友觉得不孤单，非常的温暖，这是我的荣幸。那此外呢，其实基丁跟很多创作的好朋友呢，在同温一周年的时候，还推出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有没有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对，我们有一首就是衣服扒开，对，就是跟很多网红啊，还有歌手就一起就是演唱的这首歌，叫做《We Can Be》。对，然后现在在 YouTube 啊各大所有平台都听得到。想听。想聽，大家想听吗？想聽。我们请基丁帮我们清唱一段好不好？好，让我清唱一首。来，好。一样一颗心，一样曾怀疑，却用灵魂去爱另一个声音。掌声鼓励。We are and we can be。我其实主持过各大的场合，很少。就是要清唱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哦。什么意思？就是基丁唱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力非常坚强，唱到人家的灵魂里面去了。接下来还有两首非常动听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对，要不要跟我们台下朋友介绍一下接下来两首歌曲？好，接下来要带来的第二首歌呢，是我们最新发行一首，就是一个 BL 漫画改编成游戏的一个宣传曲，这样。那它的歌词内容也是鼓励大家要勇敢去爱，不要留下遗憾。对，那我们就欢迎你带来的歌曲。好，这首歌叫《再一次就好》，谢谢，掌声欢迎，欢迎。我想
这一次换我守护你好不好？谢谢。好的，那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最新发行的单曲，叫做《再一次就好》。对，那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站在这边，然后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跟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场所有现场一起来支持的朋友，谢谢你们。对，然后接下来呢就要带来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昨天就是游行前夕，在 YouTube 上突破了700万，所以对我自己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也很有纪念性这样。那刚刚刚好也下了一点小雨，那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全场一起来大合唱这首歌。对，然后因为今天的主题刚好是成人之美嘛，那很多异性恋其实不知道这首歌是我写，就是男生写给男生一首歌，他们都一直在他们婚礼播啊或告白的时候拿来唱。对，但是我就是很有成人之美，我觉得很祝福他们，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祝福所有爱不分性别。对，那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叫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谢谢。会唱吗？好，那要听到你们的声音哦。来，这边朋友。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角度最合适，中间跟后面的朋友。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是我一样喜欢的梦，换这边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大家一起来。其实我有时候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交给你们最后。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好不好？现在 K K K 还Tix 还是可以买到票，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支持金玲，谢谢金玲，谢谢，请大家多支持一下我们那个金玲，大家拜拜。